8月22号，贾静雯在微博晒出一段女儿打架的视频，并配文：“我时差，你们打架这样对吗？”视频里两个小可爱，你一拳我一掌，也是超可爱啦。此前，贾静雯一家因录制某综艺，早就已经爆出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，观众们也可以说是见证了两个小可爱的成长啦。两个宝贝大大的眼睛可以说是得到贾静雯的真传了呢。芒果来新闻是幸福的一家人呀，报道。